亮点红，一枝花，惟妙惟肖，眼生眉口秀口，比较淡雅，如春雨的花样，具有收口的效果。那往后呢，我们看一下第十九圈，第十九圈就需要减针了。那我们看一下，那从第十九圈开始，我们第一针，每一组的第一针呢就不织上针了，直接织下针就可以了，一针下针。好，下针完成之后，我们要右上两针并一针，第一针挑下来，第二针织一针下针，然后把挑下来这一针呢拨到前面这个线圈上，这样呢我们就右上两针并掉一针，并完之后我们织十八针下针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，好，十八针下针就完成了。然后我在左上两针，最后剩两针啊，每一组最后剩两针，左上两针并一针，那这一组就完成了，这一组就完成了到小别针的这一针了。我们如果看不清楚，可以把小别针呢往上调一下。啊，可以往上调一下就知道了，可以直接的拿过来，啊，调到这个针上。第一，这是第二组第一针啊，往下一点，调到这个位置。那我们在织的时候就知道这是这一组了。那这一组呢，第十九圈织法就是先织一针下针，然后右上两针并一针，中间织十八针下针，然后最后剩两针呢，左上两针并一针。啊，这是这个织法。我们再看一下，好，第一针织下针，这是第二组了啊。第一针织下针，然后右上两针并一针，中间织十八针下针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，然后左上两针并一针。好，这就是第二组。看一下第三组，一针织下针，右上两针并一针，织十八针下针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，然后左上两针并一针。好，我们这第十九圈就完成了。按照这个方法，把我们剩下的这个每组都把它织完。第十九圈的编织方法，那我们开始往下编。那第十九圈呢，其实我们是每一组呢并掉两针。最后还剩二十一针，我们可以数一下，就是两个小记号扣中间这个，二、四、六、八、十、十二、十四、十六、十八、二十、二十一，那还剩二十一针，也就是每一组又省，又收掉了两针。看一下第二十圈的编织方法，好，第一针织下针。第二圈第一组啊，这是第一针织下针，然后加一针啊，我们加一针就是直接把线绕上来，然后右上两针并一针，
右上两针并一针。好，编完之后是这样的，然后我们织六针下针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好，也就是到这个位置了。我们把六针下针完成之后，开始并针，然后左上两针并一针，左上两针并一针，并完之后加一针，然后在右上两针并一针。好，大家不要忘记啊，左上两针并针完成之后加一针，然后在右上两针并一针，然后织六针下针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六针下针完成之后呢，我们在左上两针并一针。好，并完之后呢，我们大家一定要再加一针，把线绕上来啊，一定要再绕上来。这是第二十圈的第一组的编织，我们看一下第二组。第二组啊，第一针织下针，然后右上两针并啊，织完下针之后要加一针啊，大家一定要加一针，加一针之后在右上两针并一针。好，并完之后我织六针下针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然后左上两针并一针，加一针，加一针啊，然后右上两针再并一针，织六针下针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然后左上两针并一针，并完之后加一针啊，把线绕上来加一针啊，结尾，每一组的结尾要加一针。第三，这是第二组了，我们看一下后面，后面的方法就一直重复就行了。然后第一针织下针，加一针，右上两针并一针，织六针下针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然后左上两针并一针，加一针，右上两针并一针，然后织六针下针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然后左上两针并一针，并完之后再加一针，这样的。那我这第二十圈就完成了。我们看一下第二十一圈的编织。第二十一圈的编织，第一针织下针。好，每一组的第一针都是织下针啊，织一针下针，再织一针下针，然后右上两针并一针。好，右上两针并一针之后织四针下针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然后在左上两针并一针，然后织一针下针，在右上两针并一针，大家跟着我织就可以了啊，右上两针并一针，织四针下针，三、四，然后左上两针并一针，织一针下针，那第二十一圈这一组就完成了。那这一组下来是剩多少针呢？二、四、六、八、十、十二、十四、十六，那这一组下来就还剩十六针了。我们看一下，下面再给大家演示两组。
第一针织下针，好，织完下针再织一针下针，右上两针并一针，织四针下针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然后左上两针并一针，织一针下针。右上两针并一针，好，然后再织一、二、三、四，织完四针之后，在左上两针并一针，并完之后织一针下针，这就是第二组的编织。再演示一组。织第一针织下针，第二针织下针，右上两针并一针，好，织四针下针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然后在左上两针并一针，织一针下针，然后在右上两针并一针，织四针下针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在左上两针并一针，好，最后织一针下针。那这就是21圈的编织，那我这个就编织完成了。那到了这个位置呢，如果我们的环形针比较长，可以换成短的环形针，或用4根针来织。把它分到三，平均分到3个针上之后，然后呢，我们用第4个针和我一样这样来织。如果平均分不到也没有关系，我们可以，一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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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么来分就可以了。啊，这就是第21排的编织。我们下面看一下第22圈的编织。第一针织下针，第二针织下针。把线绕上来加一针，右上两针并一针，织两针下针，一、二，左上两针并一针，加一针，织一针下针，然后再加一针，右上两针并一针，好，然后织两针下针。在左上两针并一针，加一针，织一针下针，这就是第22圈第一组的编织。下面我们按照这个方法把下面的组织完，第一针织下针，第二针织下针，然后绕线加一针。右上两针并一针，好，然后织两针下针，左上两针并一针，加一针，织一针下针，然后再加一针，加完之后右上两针并一针，织两针下针，一、二，织完之后，然后左上两针并一针，加一针，然后织一针下针，这样的，这是第22圈第二组。我们再看一下第3组啊，往下织就行了，一、二，然后加一针，右上两针并一针，好，织两针下针，一、二，然后在左上两针并一针，加一针，织一针下针，加一针，右上两针并一针，织一针下针，两针下针，左上两针并一针，加一针，织一针下针。那这样第22圈就完成了。好。
我们看一下第二十三圈的编织啊，第二十三圈，第二十三圈是先织三针下针，一、二、三，织完之后呢，我右上两针并一针，好，然后再左上两针并一针，并完之后我织三针下针，一针、两针、三针啊，然后再右上两针并一针，接着左上两针并一针，然后织两针下针。好，第二十三圈的编织很简单啊，这是一组了，然后到了小别针这个地方了啊，开始第二组。那其实每组的编织都是一样，大家不断重复就可以了，我这是多给大家演示。一、二、三，这三针下针，然后右上两针并一针，左上两针并一针，然后织三针下针，再右上两针并一针，好，再左上两针并一针，右上两针并完了之后就左上并两针啊，并完之后织两针下针，是第二组。我们接着往下织，一针、两针、三针，然后并右上两针并一针，左上两针并一针，并完之后织三针下针，一、二、三，好，然后再右上两针并一针，左上两针并一针，织两针下针。好，我们第二十三圈就完成了，第二三圈完成之后的样子。现在每一组还剩二、四、六、八、十、十二，还剩十二针呢啊，还剩十二针每一组。我们现在开始编织第二十四圈。那第二十四圈呢，就是这样的，我们看一下啊。先织三针下针，一、二、三，三针下针织完之后，我们把线绕上来加一针啊，加完一针之后呢，我们右上两针并一针，好，这样的，并完之后再加一针啊，把线绕上来就行啊，加一针之后织三针下针，一、二、三，好，三针下针完成之后，一绕线加一针，然后左上两针并一针，并完之后再加一针，最后织两针下针。其实我们可以看到，我们第二十四圈可以数一下这个针数啊，第一组的针数二、四、六、八、十、十二、十四，好，这是十四针。我们再往下看，再往下织，按照这个方法，织三针下针，一、二、三，然后加一针，加一针就是直接把线绕上来，然后右上两针并一针，加一针，然后织三针下针，一、二、三，再加一针，然后左上两针并一针，好，并完之后再加一针，织两针下针，好，织三针下针，一、二、三，然后加一针，右上两针并一针，然后再加一针，一、二、三，好，
再加一针，左上两针并一针，再加一针，然后织两针下针，这样的。那我们这一圈呢，第二十四圈就按照这个方法来编织就可以了。嗯，然后下面我们从第二十五圈、二十六、二十七、二十八，那这四圈呢，我们都编织下针就可以了，编织四圈的下针。下针的编织大家都知道，不用加针，也不用看哪里，就直接的织，这样织下针，织四圈啊。现在是第二十五圈，然后织二十六、二十七、二十八圈。完成之后呢，我们就开始编织下面的豆豆了。这是第一组，第二组也都编织下针。现在我编织的是第二十五圈，我们就按这个方法呢，下面娜娜就不再教大家这个下针了啊，大家都会了。我们把第二十四圈第二十五圈、二十六、二十七、二十八这几圈呢，都编成下针就可以了。下面我们编织第二十九圈，那我们看一下第二十九圈，我们就要编织这个豆豆了。我们就会用到一个这样的钩针，会用到一个这样的钩针。那在编织的时候呢，我们是在每一组的第一针织一个豆豆。那织豆的时候呢，我们是使用的是这种钩针。那钩针呢，大家如果没有新手朋友没有拿过钩针呢，也不要着急，我们慢慢的来学。如果学会了呢，是非常简单的。好，我们一般拿钩针呢都是右手拿，然后左手拿线，这样左手拿住线，然后在钩的时候呢，我们是每一组的第一针把这个线圈摘下来，放在套在钩针上面，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钩针呢放在针的右边，然后这样方便来钩。嗯，钩的时候呢是这样的，转动钩针，把线拉出来，钩两针的锁针，一针、两针。好，钩完两针之后呢，我们绕线。绕一下线，然后在进针的时候，我们看一下啊，不是在这个线圈里进啊，是在这个线圈下边这个地方，我们看一下，看这个这边，还在这里进，我觉得这样勾住了好看，然后勾过来，好，勾过来，然后两针并一针这样的，然后再绕线，进针，勾过来。两针并一针，勾过来，进针，都是在这个洞里进针啊，进针，然后两针并一针，好，这样我们勾了三次了，然后再绕线，我们再从这个洞里进针，好，然后勾过来，再勾一针，两针并一针。这时候我们看到这个钩针上有五个线圈，然后再直接绕线把这五个线圈勾在一起，然后再勾一针的锁针。那这勾完了这个疙瘩针呢，就是一针的早行针。然后我们把这个已经勾完的这一针拿下来，拿来之后呢，我们拿出直接穿到我们的棒针上就可以了，拿出第四个棒针直接穿过来就可以。那这样就是我们这一组的第一针。那下面呢，我们都是织下针的。好，织下针，一针下针，两针，三针，四五六七八
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。好，织了十三个之后，我们这一组就织完了。我们看一下下一组。那下一组第一针，我们也是要勾一个小疙瘩。钩针穿过来之后，左手拿起我们这个线，勾两针，锁针，一、二，然后绕线，在下一个线圈里啊，在下一个线圈里勾，两针并一针绕线，勾过来，两针并一针绕线，勾过来，两针并一针绕线，勾过来，两针并一针，然后钩针上有，现在有五个线圈，直接绕线把它勾过来。这时候我们就勾了一个早行针，再勾一针锁针，好，直接穿到我们右手的棒针上就可以了。拿起一个棒针，因为我这是四根。好，这时候我们往下织十三个下针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。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我们下面还是借助钩针，在这一组的第一针，我们勾一个疙瘩，一个早行针。好，勾过来，线圈勾过来之后，勾两针这样的小辫子针绕线，然后在这是这个线圈，在这个线圈下边这个洞里进针啊。然后我觉得这样好看，一针勾三，也就是说。勾四个，也就进四次针，勾四个半长针，两个了，然后再勾三个，再勾四个。好，这时候钩针上有五个线圈，五针并一针，然后最后再勾一针的锁针，用这个棒针穿过来。下面我们就织下针。